如果时间真的可以倒流的话，回到我逃婚的那一天。秦心，你干什么？给我把小姐追回来！不要来到云城，不要见到你。哎，不行，这个不算。今天我们班新来了一位转学生，他陈青秋，就是我的未婚妻。谁把我拍得这么丑啊？谁拍的呀？到底拍的丑不丑是重点吗？如果以后有媒体或者是粉丝问起来呢，我希望你说你是司徒风的助理。助理？我是你风哥哥的助理，私人的，贴身的那种。陈青秋呢？静云呢？我发现你们俩的举手投足真的是特别特别的相似。你怎么能成这个样子？赶快跟我回家！公司花这么多的钱捧他，就捧出来这么个不听话的。你看我们这些做艺人的，又被公司约束，就被狗仔扒料。你知道吗？你站在舞台上的样子，有一种很特别的感觉。现在开始数学辅导。我去个厕所。为什么每一次觉得你刚有一点点可爱的时候，你就非得用折磨呢？反对苏东风演美女的请举手。青青，你有喜欢的人吗？我。